修女的有，那套衣服被我给人了，我把那套衣服送别人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有修女的那一套衣服啊？我连照片都没来得及拍呢，你怎么知道我有修女那套衣服？你在我家安监控了。我修女那套衣服，我前天刚给人发快递发出去。啊，对，送人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操，你连这个都知道。主要是我连照片、我连微博、我的朋友圈我都没有发过，你就知道我有这一套，太可怕了。不是平的，它就不会掉下来呀，宝贝，你看，肯定不会掉啊，因为我的身材是，我的身材是这样，你的是这样，那肯定不会呀，不会掉啊。亲友更新啊，哥哥们儿，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咱们家还有梦想飞机的，可以来一个飞机也行。
宝贝，那个房管给一下铁满哥哥。飞机的哈，宝贝是一个飞机的。四架飞机是可以算火箭哦，哥哥们。大哥，不好意思。有没有想火箭的爸爸？我挺想要个火箭的宝宝。再来个火箭，然后大家再稍微送一送，我那个任务就过了，星级任务就过了，也没多少啊。谢谢。感谢改名哥，谢谢我改名哥哥的大飞机一个。想升级的，咱们升级啊，直接就可以升级成火箭的哥哥。想，都有更新哦，哥哥，就不管你送哪个都是有更新的。奥利给！看封面进来了，封面什么？不会是翻白眼的吧？我家，哇！谢谢，哇！哥哥，哥哥好大气啊！感谢我六二五，谢谢六二五爸爸的一个大火箭，这不得战术后退一下？谢谢爸爸。谢谢，这是我第一个火箭啊，六二五八八，到时候多给一些奖励啊。
前几天是录像，是的。感谢小阿飘的一个钻粉飞机。谢谢小阿飘。为什么手机拍的显得我好胖呢？你们喜欢电脑看着的感觉，还是喜欢手机的这个画面的感觉？手机拍的我好显胖啊。手机看起来好显胖。我没地方靠了，我只能靠墙。靠墙不？我没穿丝袜，姐姐可以这么大，就是显得有点胖。手机太真实了，显得我胖了10斤。电脑的话，看着瘦很多。来个绝活，你想看什么绝活？我没有说过，我没有说过。哦，好吧，我有说过。还有想上车的吗？
好想要啊，哥哥，咱们直接送啊！我去一下洗手间，然后等我几分钟。微博和斗鱼一样的名字啊，微博上有很多我的照片，然后你们可以去看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。